大家好，我是洛洛，欢迎收看我的极限生存第42集。今天要打二龙了，我可是做了威力强大的火箭筒喽。但是有小可爱告诉我说，火箭筒打巨龙是不会掉经验的。真的假的？这不科学呀。要不今天咱就试一下，先吃东西。来吧，开打了。哎呀，这个坑货还是超出血条的血量啊。哎呀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是一脸蒙圈啊，才一个照面，坐骑就被秒杀了。哎呀妈呀，我太惨了，看我不急怕轰死你。哎呀，我可怜的麒麟呐，为了保护我就这么战死沙场了。如果不是他，那我这个极限生存是不是就这么完结了？打死你！火箭筒的伤害果然够高啊，你看他的血哗啦啦的掉啊。嗯，但是好像我的血掉得更快耶。哎呀，失误，我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啊。哎呀妈呀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带上牛奶呀？一片火海呀，你看，打！啊，小飞鼠呢？啊，还是骑着小飞鼠，因为。他的这个小弟太多了，一不留神就会被那些大块头打了。再来，我感觉越打越顺手了呢。还有一多半的血呀、啊！哎，去哪儿了？哎呦喂，你绕到我背后去干啥？想偷袭呀、啊？门都没有。哎呀，我的小飞鼠，一半的血都不够了。哎呀，这些大块头真是太讨厌了。哎呀，骷髅头满天飞呀，你是想吓死我好继承我的火箭筒吗？哎呀，你瞧这底下打着大坑小坑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来，哎，这下血已经不多了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完了，我的飞鼠着火了，你可要坚持住啊，你不能死呀！哎呀，又想偷袭我是不是？来吧，小伙子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哎，我的食物加成呢？怎么没了？哎，不过无所谓了，他也快死了。死了！哎，还好我的麒麟也活了。来，小麒麟，我带着你去复仇哈，打死他！哎，又跑了。哎呦我去，你还想抓死我的麒麟啊？你想的还挺美呀。哎，死了！你看，还掉星星了呀！我全程都是用火箭筒打的，这星星还不少呢。不过也还是没有100颗。这么难，我觉得应该多给点奖励才公平。哎呀，这个大块头脑袋都死了，你还在那里干哈？送你去见他吧。这个金罐子也没什么值得期待了，就三个龙骨吧。我都有火箭筒了，好像龙骨弓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、评论、收藏加点赞哦。拜拜，我们下集再见。